今天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、中国银行业协会、中国证券协会共同发起的防范 NFT 金融风险的倡议书，对数字藏品界那是影响颇大。我是华小二，今天就带你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具体说了啥。首先是要赋能于实体经济，不能够只能玩空的这种数字藏品。你像有的平台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就和实体的企业做结合，不仅增加企业在元宇宙中这个品牌露出，还增加了用户的群体边缘扩大以及企业收入。还有的数字藏品呢，平台和企业联名发售这种实体类的权益数字藏品，这些做法呢，我觉得都是蛮好的。第二点呢，明确了数字藏品不具备金融属性，它不是一个债券类的产品。说白了，就是你的数字藏品被骗了、被偷了，它不是一个金融诈骗的事件。第三点就是针对目前的数字藏品卖编号这种行为的不耻，你就看惊叹了、幻喝了，就拿一个数字藏品发8000个或者10000个编号，这是不是有这种耍流氓那种性质呢？起码像 OpenSea 那种一样的，你说好10000个项目，你就发10000个对应的数字藏品了。第四点呢，就非常关键了，就是说如果有自由买卖的二级市场，不能够出现像这种股票类的这种自动撮合了、这种 K 线了，而且不能够有这种大的狗庄在里面操纵价格，然后他去谋取福利。最后呢，就是不能够用加密货币在国内玩，所以呢，你像类似这种 Polygon 之类这种公链呢，你最好别用。我是华小二，点赞关注，了解 NFT 和元宇宙的项目信息。